欢迎收看《偏见先生》，我是馋力王刘嘉林，我在加拿大拍摄。哎，我们家猫现在瞎了，它特喜欢你这个地儿，发现。然后弄得我这屋里头飞的净是毛，然后它现在就跟爱上我了。它天天在你床上睡，怎么办？它还那样，就现在就那样。站我床上，然后床上他睡完那一块就是全是毛，全是毛，对，然后给他梳也没用。嗯，哎，这飞的哪儿都是。那个什么，我们这一集讲什么呢？讲这个文化风格。文化风格是像，就是吧？我发现有一件事儿是什么呀？就是现在新的这，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就是说不好，就是八零后。你的偏见，你的偏见先生直接说吧。就是八零后、九零后什么的，玩儿啊，那不对路，胡来。指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说那个，月下你那 Run Set 那乐队、嗯，你还记得吗？穿成 Rock 衣里，哦，唱朋克，然后生活中是 Hip Hop。这倒挺跨界的。对，你这是 Mash Up。就什么都有，就有一个 DJ 里头有一个风格叫 mashup 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放那种学校毕业 party， 啊、哦，学校就是大合唱，嗯，放 MCV， 嗯，完了以后再放科特科本，然后就那平克弗洛伊德也能放、就是适合大众所有人的口味呗。对对，你 mashup 就有这么一风格，哦、还是这还真是确实有这么一风格。但是我觉得那哥们儿肯定走的不是 mashup 这风格，嗯，因为 mashup 玩的特好的就是叫 DJ Shadow， 哦，拼接嘛，就是你把你我这擦不出来了都，全是油上面，就是把等于就是他等于把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给你合理的拼接在一起，但是混搭在一起，让你倍儿舒服。对，这挺难的这个。嗯，对，我就尽量别玩，因为这个跳跃感太强，对对对对，在一起不容易。对对，而且这是我觉得得是把哪个风格都玩精了的人，对，才有可能能在这上面开始跳跃了，就是从 funky 咵一下跳到 techno， 怎么跳过去啊？就反正人家能跳，或者基本上他们其实用的很多 mashup， 他是把 hip hop 加上 dub， 加上什么 drum and bass， 其实也是。在一个大范畴里，就跟朋克、那个 skinhead、ska、reggae 这些能在一块儿，但是你这里边要突然出一个什么经典重金属，它还是归大类的。对对，还是稍微归的。你这里头出一个我刚才说的那些朋克那里头出一经典重金属，就有点别扭了。你可能加一段，可能就挺调侃重金属的了。就你比如说像那时候我们那种乐队，突然间啪一震。这来这，你这调侃中间是什么方式？打起来了在音乐节，对吧？然后就是，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文化。嗯。尤其你去音乐节玩，你到底是哪个文化阵营的？你起码从你穿着打扮，对你得有你的特点，你得。就像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沈月的介绍，就 A Boy 那沈月，就是中国最早的朋克。沈月，就是无聊军队。沈月，我看过一沈月的介绍，说沈月是一个，从朋克走向嬉皮。那家不就是一叛徒吗？我说这怎么这么损啊？这杂志。我还给沈月看呢，我说这杂志这编剧你还得恨呀，我说这他妈太损了吧，没给钱吧？对，对，红包肯定没给高。对对对，我说你还得他妈的，这人怎么那么损你啊？说从朋克走向嬉皮，你还就是叛徒啊，和尚。就是，其实就是这种闹笑话，就跟那时候说相声似的，说你穿一文化衫，上面写一日本雕塑。或者说有一外国人穿一中国文化衫，上面写着我是傻逼，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要不然就是真不懂，要不然是真真调皮。对对对对对，就是别那么调皮，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去做一个文化事件，你去参加音乐节是干嘛呀？不是参加一个文化事件吗？嗯，是想提高自己吧？或者你去一个 party 去看一场演出，看一场演出是要捯饬自己的，要精心打扮的。我媳妇儿知道的，有的时候我看一场演出，鞋带要重新穿那天的鞋带，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穿的鞋带会卷，会卷，对。然后那天把鞋带全蹬直了，倍儿整齐，大的鞋重新擦，擦的倍儿亮，裤边都整理的特别好，背带什么的，衬衫背带衬衫一定不能窝囊，衬衫什么都弄得特别好，小扣系的倍儿整齐，扣什么的一定。风机扣一定系好了，你看这风机扣都系着吗？我们对，你看打开的都不是，我们一定系着那风机扣了，紧张着。打开是艾迪工程师，对，打开是艾迪工程师，就是穿 T 恤衫也一样，这一定是完全系上的，不是打开了，打开是打高尔夫球了，就是，所以就是。文化是一个在整个文化事件上面，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去参与一个文化事件的话，你先得去尊重这个文化事件，就别是有的时候我经常就在后台看底下一帮孩子，怎么现在孩子那么傻缺啊，就是不尊重这件事儿，你真他妈跟这儿傻玩来了，赶集来了，就好多那音乐节底下那跟着起大哄的那个就是打酱油来了，就是我操真的，然后很多人就给我底下留言，就是别那么认，我跟你说去看看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就死在别那么认真上面这件事儿上，我的团长我的团整个一个电视连续剧说的事情就是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不那么认真，干什么事儿都不那么认真，只要你那么认真了就谁也弄不过你，那里边不就是一那谁的认真吗，这不就团长认真吗，就一个人最认真的就是他，然后他把整个一个那儿给搅和成那德行了都，对吧，唯独他那么一个人认真，说实话对面不也就是这么一个竹内认真吗，嗯，就把那公式修成那样了，俩认真人碰一块儿了吗，我团长我团这个电视剧讲的不就是两个认真的人碰在一起了，一个日本的好修公式的一个认真的人，还有这边是一个好炸公式的这么一个认真的人，这俩人碰一块儿了，就故事了，就有了这么一个好看的我的团长我的团，所有你觉得好看的事儿都是认真的人碰一块儿了，就跟我跟唐老师似的，对，就认真的人碰一块儿了，就是牛逼的灵魂总会相遇的，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不认真的话，你只能跟他们里边那帮傻缺的不认真的人混在一起，为什么我能混到后台去，是因为我认真了，后台全是认真的人，能混到后台都是认真的，我说的没错，肯定是对的，确实有这个道理，确实是有这个道理，就是你认真了你就能混到后台去了，你特别特别特别认真就混到台上去了，你再认真就大师嘛，对，所以我跟你说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别跟我说别那么认真，这是一个玩的事儿。拉屎都能认真点儿，撒尿也能认真点儿。你去看看中医，教你怎么能认真拉屎撒尿了。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这认真俩字儿。嗯，